我这边要回正一个东西给你嘛，因为呢，我们是喜欢石头的人，再加上呢，因为双溪或是丁兰谷，因为从小我在这后山，其实我很太喜欢这种环境。嗯，那呢，我到处捡石头，我以为担任一个石头很重要的一个任务。那呢，我的助理呢，或者我的经纪人都被我影响，去到哪里都会捡石头。他刚刚呢在院子发现了一尊佛，所以我们要反馈还给你们。哦哦。你的慧眼，真的天哪，真的是连五官都有了，对，太夸张了。然后呢，我的经纪人问我说：“那叔哥，这个，我说我感觉一下。”他说他要留下来，还在这个本局里面，这是他的力量。那你们把他找一个小台座，把他放着，然后呢供在一个呢跟眼睛平视的地方。这太难了，这太难了，太像了。这是像到有点不好意思，这个要这么像，真的非常非常具体哦，具体对。然后我们经纪人打个招呼，是他捡的，他现在到哪里去都会看看地上有没有好石头。没错没错，他就是在真的，是不是好缘分？嘉义哭的，我真的连五官都好像快要有了。那你可以帮我看方位吗？看方位好，我来找一下。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是全世界让大家等最久，等了1000多年。你知道为什么等那么久吗？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是等，除了等没有别的，就是等快、等慢、等高、等低而已。啊，会有一首歌就是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没办法。OK， 我们来找一下他的那个这个要安坐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他已经随意了。他在你们家的地上，你会不会顺便参观人家家里、啊？哇，就这里，龟甲石，龟甲石。我会再帮他。对对，做一个更稳的地方。对对对，很棒。好，太难得。圆满，圆满，谢谢，祝大家。这字你们自己写的吗？对，写的还有努力的空间。OK， 因为其实我跟你们开玩笑。每个人的字都是得天独厚、独一无二的。你怎么没有这样鼓励我？但是你比你差这个更远。好，有的还有救啊，有的就真的没办法。刚刚有说过朽木嘛，败坏都会败坏的，那就是一个境界。对对，那就疯了。